雷霆八八一，叱咤九零三，有谁共鸣？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James。我是经营一间世界第一间的唱片博物馆的。今天我来到呢，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唱片的少少的知识啦。James 经营唱片铺接近40年，在行内无人不识，不少政商界人士和名人都帮衬过他。他的客人包括奥斯卡得主安祖莲娜·祖利、男高音莫华伦、歌手叶德娴和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先生。James 主要收藏头版黑胶唱片，1984年和85年的邓丽君测试版黑胶唱片都是店内的镇店之宝。我小个就开始喜欢听音乐，家里就有两个兄弟就是有一队摇滚乐队的，每个星期日都会夹歌的。耳濡目染之下，会对这些音乐产生特别浓厚的兴趣。咁而且我好好彩咧，咁佢哋有好多唱片喺度啦，同埋唱機啦，咁我又可以免費可以用到嘅。到大嗰啲11、12歲嘅時候，開始就用自己嘅利是錢啦，買一啲卡式帶啊、唱片啊，開始收集唱片啦。咁其實咧，我係中意音樂先嘅，最主要係嗰個音樂令到你有一個共鳴咧。就算未必懂得佢嘅歌詞內容，但係音樂係世界語言，唔需要真係明白佢講乜，你 feel 到佢，你就係中意。我是收集唱片呢，其实最主要是收集那个 melody， 那个艺术价值，就不是说是唱片给我都要的。那年纪大了呢，你会觉得呢哪些在那个精神上面给到你更多满足的 spiritual 方面，我知道那你会更加珍惜那些唱片。一般小个喜欢的流行音乐呢，就变成开始是次要一些了，因为你会追求更加多一些的满足，一般流行音乐是给不到你的，例如爵士啊，例如古典音乐啊，那些就更高层次的，因为那些令到你的人会感觉完全不同的，令你的人做人态度啊、想法啊。今我带了几张唱片大家一起分享的呢，主要都是个内容是关于爱啦、同埋感恩同埋励志的。我觉得现在人类最需要这三样元素啦。首先播第一首呢，就是 Louis Armstrong 的很出名的1968年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。 这个版本和一般我们听到的不同，就是因为它是一个45转的 single 版，即是转速比较快的，同埋係第一個 master 撈出嚟嘅，咁等於我哋叫做係好似飲茶咁，呢個就係50年嘅茶餅啦。咁個味道好濃嘅，係未經過調教啊，或者 remaster 減低嗰個原味嘅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分享到呢個原汁原味嘅版本嘅味道。I see trees of green, red roses too.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.And I think to myself, what a wonderful world.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, the bright blessed day, the dark sacred night. And I think to myself,What a wonderful world.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, so pretty in the sky,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.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, saying how do you do?Babies cry. I watch them grow. They'll learn much more than I'll ever know. And I think to myself, what a wonderful world. Yes, I think to myselfWhat a wonderful